今日市政府每半冬召开全民防卫动员、全民战略综合协调，阁有灾害防救三合一汇报，内强化着军政机构各级单位合作的打靶。市长吴秉辉日前嘛，传领着各局处的首长，阁有各关相关部队含台电、自来水公司等等，有关着民生经济的公民营事业单位共同投入演练。三合一汇报每半冬定期举行会议，主要伫咧建立军政机构的联系平台，人民需要国防保护，军队共款嘛需要民众的集中支持。今日市长吴秉辉日前率领各局处首长共同召开三合一汇报，感谢国军、警消、公营、民营单位伫咧防疫、救灾和动员准备工作的辛苦付出。会长特别致赞感谢状，感谢莫华包装公司协助着嘉义市办理112年民安高和演习。国外的许多战争的那种讯息，对我们来讲这么大的挑战，那国内我们又遇到有一些现在极端气候造成的影响，许多许多不可预测的一个讯息，都是对我们来讲都是很考验，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这样的一个汇报真的非常有意义，所以我们希望全民共享世代遗迹。我再讲一次，世世代代好家己，大大小小拢教你，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期，这样的一个会议带给大家有更强更大的安定的力量，所以我再一次代表所有的市民谢谢大家的努力，尤其中央给我们的指导，我想我们全力的配合，大家一起来。年度三合一定期汇报，上半年以灾害防救演练为主，下半冬则是伫咧赈灾的应变演练，主要目的是伫咧协会的首长指挥之下，整合民间力量，一方面稳定社会秩序，一方面支援各方作战。中央灾防汇报参议彭德荣强调，今年几啊届风台来袭，家己市拢无灾害，显示平常时啊，着做好准备工作。这一届的战中军警演练嘛，显示伫咧动员、战中和灾防三大体系结合民间力量的合作打靶。最新新闻，张定顺、王小璇、嘉义市采访报道。This is a shakedown. Order up that beat just like it's takeout. Show me you got soul inside those new shoes. And you can rock and roll with an attitude. So good, so fresh, just the way you like it. Just the way you like it.On your feet. Yeah.